同学们早啊，我是你们的赤渊老师。老师我呢，平时话虽然比较少，不过字字珠玑。原来此处就是名为学园的会魔之地嘛。同学，老师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要和其他同学。异界的机械造物呀，如可与知晓无知之名。切，无聊的家伙。那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是苍玄之书，大家可以叫我小玄。早点回家，有不懂的一定要问老师。在学校多交朋友，千万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哦。姐姐，我会乖乖听老师话的，我出门了。注意安全！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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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哒哒哒哒哒！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我没多少肉的。那也要把你吃掉。几个在本大爷的地盘干什么呢？什么？就你这小不点还本大爷？喂，你没事吧？这么菜，不如跟我混吧，我们由大帮罩你。糟了，要迟到了！谢谢你。有请下一位同学。吾乃深渊之引路人，无尽幽邃之主，小月镇魂歌。这祸中二病有点严重啊！聆听无知教诲吧，深邃幽暗的黑潮即将淹没这个世界。与此降临吧 ，Black Shoulder Rider！ 居然真的召唤出了！这教室还真不错。大家好，我是游大帮的老大，放游大血之拥抱，叫我阿大就可以了。今天起，我们就是好兄弟了。看到了吧，这便是无辈的实力，守护血渊的骑士哟。成为无知仆从吧，仆从。本大爷可是大名鼎鼎的游大帮帮主。我可是游大帮的大师吧？老师对不起，我做坏事了，我是个坏小孩。哎呀，好了，没事的，下次小心点嘛。窗户玻璃和讲台都是有生命的，他们被撞到也是会很疼的。我的变形术，我不容易变的。好机会，我回来。人偶学员的新学期就这样开始了。这作业也太难了吧！算了，
随便选好了，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都差不多，就选 C。 好耶，写完了、狂风与此汇聚，昭告雷鸣之刻，混沌与此显现，奏响破灭之音。这啥玩意儿？染血的恶之十字，堕落的血之骑士、Black Shield Rider。 哼，召唤成功了，敌方的炮弹。我出门啦，阿大要好好看家哦，姐姐路上小心。少废话了，水井小弟啊，快进来快进来，让我们继续上次的战斗吧。这就是传说中 Black Shield Rider 的巢穴，惩罚之血殿吗？行了行了，别乱砍了，赶紧过来。所以准备好来玩点刺激的吗？少女 Telly 之手剑，世界第一可爱 Telly 伏魔录。什么东西、就让吾辈来为你传送 Telly 的祝福吧。这个声音是……那么接下来就由爱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崩坏三中最著名的是手上的那本书是从哪里来的呀？可以把它交给姐姐我吗？无力之徒，此乃攻破了无数战场的光之魔法少女泰莉莉大人的真迹，不是尔等凡人所能触碰的。这个你就不要管了，快把它给我！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跑这么快？累死我了！这位小朋友，告诉你个秘密哦，其实姐姐我和泰莉莉是很好的朋友哦。如果你现在把这本书给我的话，姐姐也许就可以帮你要到泰莉莉的亲笔签名哦。骗人！泰莉莉大人才不会跟你这种抢小孩子东西的坏阿姨做朋友。坏阿姨？那可是集诚实、优雅、勇敢之美好品质于一身的完美无瑕之人，其美貌岂是尔等凡人所能窥视的？无礼之人，就让你感受下泰莉莉大人的伟大吧！吾乃世界第一可爱的魔法少女泰莉莉，此世之救世主，长为之光。汝等魔兽，等待你们的只有毁灭！炽热的心之魔法哟，燃尽吧，泰莉泰莉，以此解放。够了，是你逼我的！犹大的誓约，封印黑暗力量的超为之杖啊，在此显现你真正的力量。之力化为星辰，光之魔法汇聚无尽，明天怎拿着？把你泰莉泰莉掉！是泰莉莉，德丽莎姐姐，门口有个白头发的大姐姐找你。大姨妈，我来拿零食箱了。
要不要跟爷爷一起去？反正就是标准的优等生模板啦。确实，认识他这么久了，这好像还是他第一次请假呢。好了，别多想了，把作业送到他手上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啊！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我玩游戏的时候蹭来蹭去的！实验室里的咖啡好喝多了。贝拉，我的快乐水喝完了，帮我再拿两罐。好的，女王大人。你们是贝拉的朋友吗？是啊。欢迎欢迎。其实我们只是来送。泰莉莉魔法基金全球超限量款纪念 T 恤。难道说，原来你也是？果然你也是泰莉莉粉丝后援会的成员。和快乐水都给您送，就差一点点了。嘿嘿，这可是学院长的职责。哇，成功了！太好了，终于成功了！对了，这有个隐藏宝箱，跳上去就能拿到了。那我就先放在这里了。放那就行了。我再去拿点饮料。这里居然真的有个宝箱哎！竟然敢夺走我的女王大人！饶恕，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小特同学，小月同学，我又拿了新的饮料来哟！哇，小特你的耳朵软软的哎，好舒服！那当然，这可是最先进的仿生鞋技术。女王大人，我的耳朵也是软软的，你也可以来摸摸看。不要，你的脚太扎人了。对了对了，再拿点零食过来。好的。怎么办？女王大人不喜欢我了。不行不行不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女王大人抢回来才行。有了，如果给女王大人做她最爱吃的烤翅的话。我去拿快递，你们先等我一下。除掉，抢走女王大人的家伙必须除掉，就从你开始。贝拉，生日快乐！这是我特别为你订做的生日蛋糕。小特同学，不是，怎么了？女王大人，动手了，不要再找我了。
什么都行。哎，迟到了，迟到了！哎，好疼！你没事吧？当然没事，没事就好。那个，请问你知道人武学院要怎么走吗？嗯，那不就是我们学校吗？追随无知脚步即可。谢谢你，好心人。哎，那边有什么东西？那个是闪光，就是现在。原来陈丽人也每天做这种体能训练吗？看招！人家的魔法术不小心掉下去了呢。是你们的东西掉下来了吗？我给您放这儿了。请问那个接下来该怎么走？那个希望系统第一个路口左拐，下一个路口右拐，就是这样。老师之后怎么走来着？那个，请问这里是人偶学员吗？城里人都这么热情的吗？好舒服，要不直接把他办了喵？交给你了。这位同学，你这针灸刮痧的手法不对啊。我曾有幸和师父学过几招，就让我来帮你们做正宗的针灸治疗吧。治疗之后会很舒服的。看来别的同学身上也多多少少有点疾病了。发生什么了？谢谢你们把我送到这儿。哎，死尸入侵了！那是真的，我没骗你。原来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呀！之前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这次你可跑不掉了，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好心人，你没事吧？好心人。